其实老师，你的元金跟长荣都创近期的波段新高，怎么股价就是波波高，好好赚呢、啊？我跟你讲哈、哦，今天的大盘哈、哦、有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了，哪里不一样啊？而且啊。我还带私房菜来了，好想得到哦！想了解吗？当然，看节目喽。欢迎赵飞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视频化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华冠投顾。刘元金，刘副总，刘老师，甜心老师您好，品花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今天来到了4月20号礼拜三了，再次恭喜我们的会员以及呢 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们，我们的元金涨不停飙不停，今天又再创波段新高啦。我们的再生能源让您身材身丰又身浅钱，以及包括了我们的春暖花开赚不够，再生能源持续让您赚来的，甜心的操作就是稳中求胜，稳健操作让您稳健获利，永保安康。还记得呢昨天甜心在节目当中说呢、这个电子股已经打不啊操不比啊，老师今天呢感觉这个盘就如您所说的一模模一样样呢，这样才开心啊！真的，罗老师的规划。今天就有会员说：“老师，你画线给盘走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啦，我就是画出来，不小心他跟我画了一模一样而已。”来，我们一样画放在大盘的位置上哈。来，近期你看到哈，我说了嘛，震荡的格局。嗯、大盘其实今天哈有稍微有一点超扑鼻，因为电子有一些股票开始动了。好、嗯，然后就稍微有一点点来放量。哎、欸，你看到了没？没有，我要你看的是放量，哎、哦欸，这量能有出来、哦，稍微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嗯、当然好，好啊。再来，我近期的节目是不是一直提醒大家，最好吼在这个位阶、台股在现在这个位阶利空多出一点，哎、欸，对，全部一起飞出来。最好来，我们先数一下哈，俄乌的议题还在烧嘛？还在烧，对不对、嗯？好，然后再来呢，你可以看到电子供应链、有四大巨头，也就是四大董事长是出来讲哈，这是最早的、最新的新闻。对，他告诉你以后又断裂，有可能断裂。哎呦，就包含像友达的老董好了。好，那重点来，这个是不是对电子业蛮大的一个冲击？当然是一个大利空啊，对嘛？哈，好，可是你看大盘 K 线，哎呦，我说过哦。最好在这个位阶利空能多出来，多出来，因为底部是一定是利空淬炼出来的，没错。当你黑天鹅飞到已经全市场都知道的时候，就不是问题了。哦，所以昨天才说要飞，全部依次给我飞出来，对啊，好不好？所以你今天看欧盘，哎呦、不一样喽，真的不赶快的呢。所以我说我的操作，我都会事先讲，有事先给嘛，对不对、你光看这段时间，我用大盘来告诉你，这段时间我一直跟大家强调，我是实在做，实在讲。实在做实在讲的老师包含来、你今天看到6443元金啊，天哪、慢慢放也创波段新高、股价就是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、再次恭喜会员啊，以及一路追随甜心的好朋友越赚越多啦，太嗨了齁，真的嗨翻天了。你再看一下大盘，哎呀还在地板对，哎锅底的头看呢，再看一下我们家元金，哎呀当当啦，是西当当啦，元金我一直强调齁，擒贼先擒王嘛，把再生能源报告拿出来，我为什么一直要提醒你？我说过我事先讲，事先给上面我送给全国所有的听众好朋友的粉丝好朋友，还有 LINE 上面的好朋友，无私分享哦，通通出来做转正。有的上面的日期3月25号，哎呦，就是3月25白纸黑字清楚明白，来，从来不改的，因为我送出去给你了，这是白纸黑字，对呀、完全可以转正。是的，再比对一下。元金3月25号的 K 线，老师那天元金是欧妈妈呢，你真的要送吗？你确定要送还直接告诉大家，赶快趁便宜的时候赶快逼你来拿，不就是我吗？强迫您赚钱呐、所以我说我产业看多透，我不用讲，你看股价怎么走、就知道了，就知道，没错。我说我多认真也不用讲，你看股价就知道了。哇，你看股价到现在，对，有没有四月整个大盘是在回落的？四月的大盘将近回落快。
快八百点，有的，我的元晶一路喷，有一路涨，哇，就这段时间而已，是快要30%喽！恭喜会员啊，38-48让你赚到笑，哈哈，赚钱就很开心啊，轻松又愉快耶！而且我还讲哈，昨天基本面讲了嘛，好，昨天的话忘记基本面，自己回去昨天听，这段时间有没有很认真听节目哈？来，我这段时间是不是告诉你再生能源有的，钢铁航运有的，就从大盘3月底回落的这一段，嗯哼，就是这一段哦，在你恐慌害怕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大家一定会很害怕，真的啊。那我一直跟你提醒哈，来，今年的台股哈，本来就会有很多的议题，尤其是升息的问题，没错啊，考验你对产业看得透不透啊，认不认真。这一定是这样子，不是说你随时都要做电子股，没有啊，我只要盘面上有开盘，我加减赚，真的，好大赚小赚都是赚啊，都能赚嘛。给刚谈看被散呐，有啊，你看哦，来三月的时候，你看哦，三月的时候我还告诉你什么？我们从钢铁一个一个来，好，你有没有发觉三月的时候，三月初我叫你干嘛？看钢铁，有三月初在这段时间，这一段是不是涨？是涨啊！你看中钢，你现在看到的是中钢，有的它是涨一段，是的，三月初我叫。你看嘛，有，还有中红是不是也是一段？也是一段啊，好，也是涨的。到了四月，我跟你讲什么？荣钢有。哎、欸，老师一样是钢铁、欸，我是不是让你从钢铁里面转过来转过去？有，转过来转过去。哎呦，一样是钢铁、欸，一样是赚的啦、啊。你再比照一下荣钢的这一波的陡度，再比照一下大盘这一波。它是往下的、哦，哎呀，同样是钢铁、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长得不一样呢、欸啊，完全跟大盘脱钩呢。所以我说，产业看清楚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再来吼，来航运，嗯哼，航运记不记得我在三月初？你现在看到的是长荣的 K 线，是的。我三月初我就提醒你了，我做一段，有，对不对？当时的股价记不记得145以下，130这附近的区间，没错，对不对？冲到171，当冲到171的时候，来上个礼拜，哈哈。我是不是在这里说很便宜？有，现在看 K 线哦，嗯嗯嗯，同样你看到的是长荣，我没有变哦，对，没有变哦，同样，嗯嗯，妍希，你怎么可以从三月后钢铁航运联合再生讲到四月底？哎，就是轮流赚呢，哇！有时候赚大钱你要有点耐心。为什么我这样讲嘞？来，我问大家哈，你现在看到今天的长荣有没有水当当？当当那水，今天到了144.5，哎呀，你要知道这股本非常大哦。对，再来，我上礼拜讲的价钱才在130附近哦。对，没错，130附近。哎。好容易就好好赚欸、啊、对啊、欸、而且这种股票重点是这种股票后资深的投资朋友们一定会爱的嘛，嗯嗯嗯，我还特别讲过、嗯、我说你对长荣后这家公司特别有兴趣的去看妍希的财经吸引力，有、嗯、记不记得，当然那个 YouTube 的财经吸引力的那个希是希望的希，是的，不要打错，财经吸引力我新开的节目、嗯、哼，这个是中阶版产业的中阶版、嗯、稀奇古怪是比较初阶版，初阶版的哦，所以就说你特别对长荣有兴趣的哈、嗯，想要知道他们背后家族的秘密的，对，去听啊，那个一讲都要10几20分钟，广播来不及，真的时间不够，对啊、嗯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我选产业很简单，嗯、长线。好、哦，保护你中 线，保护你短 线。什么是长线？嗯、产业的未来，没错，产业的前景、嗯。那什么是中线？营收啊、嗯，你每一个月的营收，每一季的营收，要不要了解？当然要啊。再来，什么是短线？嗯、技术面啊，是的，技术面是不是最火大？当然了，很容易被骗。哎、欸，对，真的啊。所以我说，在股市里面，你要环环相扣嘛。啊，这一段时间来，你现在再来看一下长荣、嗯，你这一段时间你觉得，哎呦，涨很慢、嗯，可是不知不觉差。差了十几块了，对耶，不知不觉你的钱就这样子一直来了耶。我带你回忆 哦，好，记不记得我之前讲长荣、嗯，我说后二月营收是最几乎是最低了，对，三月呢好差不多了，好、嗯，然后那个五月六月，我是不是之前讲过美西码头还有工人要换约的问题？没错，要换约的问题，然后又 key 给的问题，对 对。再来年底的7月到10月是航运的什么旺季、嗯？记不记得？是真的，我问你时间到了没？还没呢，现在还是淡季啊。对，现在淡季。我问你，你股票要买在淡季还是买在旺季？当然是买在淡季哦。你想不想多赚一点嘛？当然想啊。有时候大赚特赚就是要有耐性嘛。嗯、没错。而且我这阵子我上光前两天、嗯、我还提醒什么，散装也冲出去了。有。
有没有？你有没有看到惠阳冲出去？有冲出去。有没有看到玉明冲出去？有啊。有没有看到今天星星也冲出去？有，都亮灯涨停板了呢。对啊，我这里还不想敲，不过我要告诉你吼，来，股价冲出去一定有原因的。是的。俄乌议题是不是持续延烧？持续延烧。这个会持续延烧，那你要知道。俄罗斯、乌克兰是农粮大国，没错。那现在吼持续延烧，全球的粮食会有问题，会有供应的问题，所以你会发觉很多人要用什么海甲型的。海甲型的船运去运像小米啊、麦啊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海甲型的散装就很容易干嘛 ？PK 嘛，丢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要用产业的眼光去看你营收的眼光，再看你短线技术面的眼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档股票是不是要稳健操作？当然要稳健操作。好，所以我这里先给你农粮的概念，但是今天我们来拉回重点。好，你看一下节目侧标。好，节目的侧标就是这段时间很感谢啦，就刚新真的是很感谢，蛮多对，蛮多会员哈升级，然后续约的，我真的谢谢会员哈，因为会员真的很爱我，感谢老师让我们赚到。满满的获利就刚温了呢，很多会员都已经续了两年，续了三年。看看老师的大腿就要抱紧紧了。他有时候可以赖一下老师，问一下老师，盘中都找得到老师，都找得到哈。哪一只鸭比较重的，我都提醒了哈。老师，那就甘心我们知道了。那就甘心旁边的那个私房菜呀。来，今天重点就是私房菜。这私房菜一定要知道啦。来，有车子开车的哈，先停一下，先停路边哈。手边的有这个在忙事情的好朋友们，来先把这个手边的事情先放下来，先来听节目一下，这档股票我否我的会员，先保障一下会员的权利。我先透剧透一下，剧透一下，它是电子股哦，是你爱的。哎，是啊，股价平易近人啊，50块以下，有没有很平易近人？我才不要讲价钱。嗯，那你现在看到了哈，产品是供不应求。是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其实现在全球都在拼解封，没错。解封之下，很多的产业它的经济模式会持续恢复。嗯，妍希也说过，经济活动一旦展开，不会干嘛一下子就停止。没错，所以你看到它的需求是爆发，订单已经爆到年底了。哇塞，订单爆到年底，开不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！再来一个重点，嗯，去年的营收，嗯，第四季是历史新高。哇塞，来第一季一般人家认为吼。是那个淡季，对淡季，电子的淡季。嗯，哎呦，我还历史次高。哎呦，淡季不淡呢。第二季成长超过75%，是的，是超过。好，那我给你一个最后来，全年的 EPS， 你看去年是多少？2块多。哎，2.5块。今年有机会挑战4块多。哇塞，大爆发哎！是不是成长股？是成长股啊。还有本益比够不够低？哎呀，这个太水了吧！看清楚，不到10倍。我告诉你哦，这不是景气循环股哦，是电子哦，是电。本益比低到可以了，天哪！好，重点订单爆发嘛，是，爆發所以想要跟着我们哈，来，想要跟着我们一路赚。好，来钢铁、航运、再生能源都能赚，有没有私房菜？妍希在这里邀请你喽。好的，来，亲爱的好朋友，你挺老师，老师也挺你，我们互挺好不好？你跟上脚步的好朋友，赚到满满的获利喜节，就甘心呢，就甘温呢。所以呢，我们的我挺你。就刚进的专案活动持续来做开放哦。刚刚老师提到这档股票，你听老师甜心也用老师的方式挺大家。这档就这档，看清楚了。这档我们先暂时先盖牌哈，会员好朋友的权益问题。来，还在底部的这档私房菜订单大爆发，50块钱以下的大家都爱的点足够哈，大家都喜欢的电子股，本益比不到10块钱，哎呦妈呀！想跟着会员一起赚的好朋友们，这档股票还在低档，都还来得及哦。务必电话来做拨通，把握我们的旧钢筋的专案活动，不只要让你加倍赚，更要让你加倍的获利，加倍的幸福。汇集汇飞让你没有问题，一句话，电话来做拨通，甜心挺你挺到底。广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。欢迎你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现场。说到看到老师这档，我真的有一点。淡薄啊，老脆暖感感呢？这个真是甜到不行呢！本益比不到十倍，有订阅 YT 频道的好朋友，你看到这个字卡，你真的觉得你真的很爱甜心，你真的一定要很爱甜心了，因为你这么甜老师，老师也用标股的方式、好股的方式，还在低档股票的电子股的方式来挺大家，对啊，邀约大家，邀请大家一起来赚这个专案活动。如果你是我们的家人们、好朋友们，提早去升级，我相信好朋友都非常的。
这个捧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么新朋友，你一定要把握这个专案活动啦，真的是要轻松跟上。听说我们这次的专案活动，真的是否我们说坦白，应该是今年的这个月是我们的华冠的周年庆，对对，老师这个月是周年庆的专案，回馈给大家哎。你看专注产业的甜心，为什么专注产业才能够从去年的十只涨停板，一直让你赚到今年呢？对啊，好猛啊！哎，这个超强的辉煌记录无人能及，所以我常讲哈，你会发觉我一路都是讲一样的，一样的。我的股票不会像别人这样换来换去，没有，我不会啦，因为这个方式我也不会，因为你对一个产业要了解，然后你就想要赚一波，一个大波段。对，你想要赚的话，不是那种三块五块嘛，你可能想要赚个一波。像来，你看一下我们去年，雅信是年头的那一波就已经多少260%了呢？哎呀呀，翻了3.6倍呢！对啊，年底又加了50%呢，真的是翻了4.1倍耶！你发觉我年头跟年尾做一样的股票，对耶，真的，哎，买到旺季也是大赚呢，是，就是这样，我就是用这种产业的观念在保护我所有的会员嘛。对的，好，再来，你看到森达科去年好恐怖哦，你的天线这么会飙，飙到外太空，哇，三倍，整整三倍，就是三倍。我告诉你，今年森达科也很有戏，可是时间点还没到。哎，阿贝丢西，我就明讲嘛，好不好？老师你老师真的很佛心。锦硕呢也很有戏。哎，对，来锦硕，我们去年是买多少一字头？对。110块钱左右，结果呢？来飙到130个百分点，股价翻出2.3倍。去年锦硕、星星就很好赚，真的。我就有那种专门，我说过阿贝嘛，专门爱宅板，哎，对，就是爱宅板，所以我宅板要做很多功课，只帮他做个两只，然后全部资金放着，然后出去玩。你看看，就是量身定做，住在日本啊，哇，好开心哦！你要了解那个意思哦。你看看，你怎么不爱甜心的就甘温呐？再来创维高速传输嘛，高速传输。欸、不要说我没提醒你哦、喔。去年的八月份、欸、到现在还在飙哎、欸。对啊，来哦，高速传输、来，我问你哦、喔，6104是不是前波飙出去，现在回落了？是的。哎、欸，你这样看起来的价钱，哎、欸，其实好像蛮吸引人的。哎、欸，100块钱的，我没有讲什么，我没有讲什么，只不过好股不会寂寞，真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我去年有没有陆海、台盛科、光洁？哎、欸，这都是长辈股哎、欸。啊，我怎么都做的差不多？重点来了，光洁、今年老师还在赚。是的，来跳到今年。好的，今年有没有发觉我从去年十只长辈股做到今年，结果一月的金虎爷对双红啦，双红老朋友耶，二月的甜心私房菜志源去年也做了，今年也做，对呀，这也是去年的标股哎。我说好公司我早就帮你挑出来了，三月春暖花开是超恐怖，去年创维赚，今年又在赚，继续赚啦，新唐台盛科、光洁、台办，哇塞，竹帆不及被宰了啦。再来近期的再生能源跟航运钢铁，是的，轮流赚。那不过后不就是你把产业看清楚一点吗？啊，我大赚小赚我都能赚、欸，你回归到基本还是产业的部分，重点对不对？一定是这样，重点我不会重伤嘛，没错，我不要你重伤嘛，你是大赚的，对不对？大赚小赚，你绕过来绕过去，差不多的股票轮流赚，好不好？而且好啊，这种公司是什么？开大门走大路的，你随便讲，大家都知道，当然，对不对？你完全不会有被到货的疑虑嘛，对，没错，好，完全不会有什么问题嘛，对不对？公司比你还要怕，买的真的比你多的人比你还害怕，所以哈，这里我要提醒大家，你光看去年赚到今年再看今年的大盘，一月到现在，对，来大盘的 K 线，一月到现在有没有都是持续回落？持续回落的，一滴还有一滴滴。你刚才看到春暖花开了，是春暖花开，不过就是反弹这一波，看清楚。你现在看到大盘哦，春暖花开，不过就是这一波。来，你看大盘这一段是不是反弹这一波？是这一波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春暖花开赚到爆，赚到爆。那我近期不是告诉你哈，那个草扑鼻，现在台股放量了，是你现在看到是。是大盘哦，有放量了，有哎、欸，是不是有机会在往上？我们是不是要顺势而为？我一直提醒你，顺着大盘的势去做股票，这样了解吗？好、所以今天还是提醒大家啦。是的，我们那个我挺你，好就刚亲呢。对，如果想要跟上的好朋友，就轻松跟上喽。来，私房菜今天直接告诉大家，老师看中、相中、喜欢他的一个理由了哈。你不只能要就刚亲，因为你跟上。
像甜心呢，你看到自己的这个 account 的存折里面的数字越来越大，金价就刚温呢。感谢甜心让我们换车，感谢甜心让我们换房，就刚新的甜心拿出他最大的诚意。您现在只要一句话，一句话，这档的私房菜我们一起来赚，好不好？来直接电话来做拨通，就刚新的赚活动，不只要让您加倍获利、加倍赚，更要让您 double 赚、赚 double， 汇集会费完全不是问题。来电话直接来做拨通，一句话，甜心挺你挺到底喽！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，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！YD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